王生车市曾一起奥迪经销商处获得了2023款 A4L 的部分配置信息，新车增加两驱顶配星夜版车型，预计将于10月上市。厂家给出的参考价格区间与现款一致。2023款奥迪 A4L 主要对车内配置进行调整，主售车型 40TFSI 豪华动感型相比现款增加了外后视镜自动防眩目、黑色织物顶棚和铝制脚踏板，取消了智能泊车系统。新 A4L 全系搭载 2.0T 发动机，带12伏轻混系统，降低涡轮迟滞，分为低高功率两种版本，最大功率分别为140千瓦和185千瓦，峰值扭矩分别为320牛米和370牛米，传动系统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40G45 TFSI 顶配车型配备 Quattro 四驱系统。